家好，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刘克村。刘克村是当地有名的华侨村，村子有120多户，有1700多位华侨，分布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那刘克村什么最有名呢？当然是被誉为侨乡第一宅的蔡家宅。那今天我就带大家领略一下蔡家宅的魅力。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蔡家四兄弟的长兄蔡家森的老宅。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蔡家森的曾长房儿媳，一直致力于蔡家宅的修复和保护工作的蔡王普军女士，来作为我们的讲解嘉宾。蔡王普军女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家的长孙媳妇蔡王福娟，欢迎你到蔡家来。现在呢，我们先进入我们的海航书房。海航书房就是当时老爷子命名的，门口有两棵大海棠树，所以海航书房进来吧。先让蔡王普军女士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蔡家森啊，蔡家森到底是何许人也？蔡家森是，曾经他是我的蔡爷爷。但是蔡家森呢，他就是1881年呢，15岁就从刘克村自己的蔡家码头上下南洋了，所以他在印尼开创了家业，后来成了印尼侨领。你看这里都有他的故事啊。然后，当时的他下南洋的时候了，在那个船上啊，村里也有兄弟，哎呀，那个就有18个人。当时下南洋了以后呢，到走上岸，就剩了3个。后来这3个人呢，都有成就了。所以那一段历史的，我有专门讲的。所以那一段是，真的九死一生的那段历史。然后呢，现在你们围绕着这个，老爷子是做海运许家的。他生了5男5女，我爷爷是老大，所以这就是我长房的。所以他做海运，怎么做海运呢？因为他呢，就是这里有他的下南洋的路线，这边有他下南洋的路线。他到了印尼以后，印尼是千岛之国，所以他说，水有船，水先富。岛上你很物产很丰富，很丰富，但是必须要有船。所以他就从小船做到大船，从木船做到钢船，最后就变成他的海员，船王了。一代船王。这个1924年呢，他当时已经有一些积累了，也富了，也有财富了，他就想着要，荣归故里。所以1924年就梦想了回家修大房屋，建大房屋。因为他还有3个弟弟嘛，一个蔡家锦，2个弟弟，那个蔡家锦、蔡家恒，还有一个蔡家俊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是老大，他就带领着几个弟弟一起回家来建大房屋。那个，你看这个横院就是，独刻的，它是八卦亭的。这本身是个天井啊。是天井，但是它是八卦亭。那现在见到这个前厅的一个中堂，这也叫中堂。你看忠孝传家几个，住在上面，在上面那个堂庙，那个庙堂之上供奉的是关公，因为我们是拜关公的。中堂就是我们蔡家了，就是老爷子当时了，他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啦、家事啦，怎么都对这里议事。这边呢是长房坐的，这边是大边，这边是小，因为我们分大槐小槐嘛，所以当时老爷子就坐这，老太奶奶坐那，所以所有的客人呐、或者是兄弟啦、你们都排排坐，这是我们讲规矩。然后呢，这个中堂啊，你看上面有几个字，
华航即可，和谐的和，所以华航即可就是指我们的一种和谐的理念。其实讲白了，蔡家就是秉承着老祖宗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滋润。你见到这里，为什么呢？云莲学、建筑学、美学、营造学，营造学因为海南是多海风的，很多的房屋啊，它这里呢，要是不通风后气了，你那个大海风来了，它没办法，没有塑封口。这里既是一个塑封口，又是一个瞭望口。但是在美学来讲呢，它是对称的，你看它多美，那边也有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非常感谢蔡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老宅的那么多有特色的地方，还有老宅的故事。那我据我所知呢，蔡家后人是现在一共有300多位，然后分布在全世界的12个国家和地区，是吧？对，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，他们也很久没有回来了，也没有办法今天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聊天。那这样我们就以这个视频连线的方式去联系一下在海外的蔡家后人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聊一聊家常，然后也谈一谈家乡的变化和发展。好啊，我经常跟我的堂弟阿慧联系的，一会我们跟他连线。好，好。那现在我们已经做好视频连线的准备了。蔡王普菊女士，我们现在连线的是谁呀？我现在我们连线的是我的堂弟蔡松蔚，阿蔚，是我的弟弟。好的，那蔡先生呢？现在已经在线了，我们就开始聊吧。好吧。Hello， 阿蔚。Hello， 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呢，阿蔚啊？现在怎么样？你吃饭了没有？我们还早。我们离你这边还早。阿卫啊，阿卫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2018年回来留客的是吗？那时候回来了，我们还没有现在这样漂亮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呢，美丽江村已经建起来了，那个整个海南的世贸港也夯实了，已经在建成了。你转过来那个视频啊。视频看到我们老家，看到老家的旁边呢，哇，很漂亮。我看到那个，我也是有一条船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看到一个小码头啊。哦，对，这个很漂亮。那是我们蔡家码头，还有那条船呢，是仿照老蔡爷我们的老。是那个，我们阿公啊，阿公的原来的。对。码头是不是？对，那条船呢，就是仿照了当时了阿公下南洋的船呐。哦，想要过去看看，阿朵想要过去，是，希望明年，一起要过去看看。我们呢，很可能要在下一次我们这边呢，我会带着我们这些。小弟弟小妹妹，我们再去走一下老爷子走过的路，下南洋，再次下南洋。哎，你说你有跟那个附近呢、厦门呢、也有一些朋友在做一些小贸易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说我们海南世贸港了，我呢很想啊，就是说我们联手起来，我们的海南世贸港了，我们。再重操我们的老爷子的，100年前我们就国际化了，我们真的很想做。可以了。蔡先生，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呀？就是之前好像听说您对这个家乡的变化很感兴趣，是不是？他第一次回来了，一坐上车眼泪就睡。我那个，对，要半年，对。到老家那边看看，很激动，知道吧？那个，蔡王阿姨，您跟那个蔡先生介绍一下咱们这几年的变化吧。行啊，阿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老爷子的家，我们的老家老宅啊，创2006年上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了以后呢，我们的政府啊很重视。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也是配合，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已经修缮好了，而是现在呢我们就按照老爷子原来的那种理念呢，我们在打造着留着我们小乡的记忆，
留着我们老祖宗的记忆，我们跟我们全村的村民呐、啊、共发展，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家园，就是按照老爷子，我还记得四爷了，给我的一本我们蔡氏的家谱。所以老爷子说，不管以后外边的世界多么繁华，我们都不受洗诱客，我们要尊重智人，敬畏智人，回归智人，返璞归真。我们今天做到了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都回来一下。因为呢，我这个大嫂呢，我的责任很重，但是我海外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家乡，为我们的祖国，我们都出力啊。嗯，对，阿斗。蔡先生，您知道海南正在建设自贸港吗？那您有什么投资兴业的打算没有？有没有回家这个投资兴业的打算？是啊，我现在跟几个朋友从大陆来，厦门也有，那个广州，青岛，也是几个城市的朋友过来跟我做生意。我每个月每个礼拜有几个货柜到中国那边。阿卫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了我们海南世贸港啊，我们的各个政策了更有利于我们东盟啊，我们是在东南亚嘛，我们东盟的政策也是很对我们的。以前呢、啊，我的就是说我去也做过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更方便了。我们海南呢、啊，很多的，比如那个海关呐、啊，还有了这个世贸港的，还有我们呢、啊、那个游艇啊，好像税上了免税了很多东西啊，所以各个世贸港的政策了，每一条了只要落地啊，还有我们这边呢、啊、有很多免税的商品呐、啊，我们博鳌也开了，所以以后了，我觉得我们蔡家了，我们整个海外的华侨了，我们呢、啊、又远来了一个，我们赶上了好时机，特别是我们的家在海南。老爷子早都说了，师公啊，你爸爸也是跟我讲了，他说大嫂，我们的家在中国，在海南，我们为我们长在海南，我们也感到自豪，所以我们真的为我们的家乡，不错，不错啊，咱们有没有就是哪些建议可以更好的去凝聚蔡家后人？有没有很好的想法可以跟我们讲？好，我现在呢、我就跟我跟阿卫了，我们两个人是比较经常在微信上联系的。阿卫啊、我们常跟想的，大嫂跟你提出来嘛，我呢想了，就是疫情结束了以后了，我们要再一次在留客大开源，再开源呐、所以呢，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海外的兄弟姐妹啊，然后呢由你来带队，然后呢就我们全部的能够回来的兄弟姐妹啊，大嫂在这边接待你们，大嫂在老宅迎接你们，希望明年那个我们一代一代人呢、啊、要保持着联系，真的，我们这后一代啊，老爷子讲得很对啊，外边的世界很繁华，但是我们的根在中国，在海南、我们不会忘记的啊，大嫂为你们守的这个根。谢谢阿董，麻烦你了，蔡先生，很辛苦阿董，辛苦。蔡先生，您还记得您的祖训吗？还记得蔡家的祖训吗？阿公的话，阿佛的话，阿公的话，家训，家训，我们的家训语言是你的爸爸，对呀、写在那个我们的家谱上。我们的阿公说：“公道守信辛苦业。”阿佛说：“佛言浅简万年轻。”是也是这样跟我解释的。公道就是阿公的话，就是我们害爷爷的话。阿公说：“我是生意人，我凭的就守信。”阿佛说：“你富甲一方，你还要跟我守浅简。”所以守信浅简是我们老蔡家的立家之本呢、想回来吗？你想回来吗？想，很想的，很想的。
就是我把了全部兄弟姐妹兄弟全部想回去，能感受到从这个连线能感受到大家的相亲相谊了，也希望我们蔡家越来越好。那欢迎您回家，欢迎您回家，欢迎你回来。好的，嗯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通过今天的探访，我们了解到了蔡家宅的前世和今生，相信大家通过蔡家宅的故事都能够感受到海南深厚的侨乡文化。当然历史还在被继续书写，我们也相信蔡家宅会在新的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，继续书写琼海这座侨乡城市的故事和传奇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再见。